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前面这一排是我们的那个议事组的记录人员的一个座位，然后在第二排就是议事组主任。青山会雄们在议会公共事务组主任林龙杰的引导下，参观议会议事厅等设施。竹山青山会在地发展多年，每年都会吸引许多新的有志青年加入行列。议员蔡宜珠对青山会的贡献表示肯定，也感谢议会长期对青山会的照顾及协助。竹山国际青年商会今天特别来到南投县议会来拜访，今天很感谢我们林龙杰林主任特别来接待，也让这些青商的会友能够到议事堂看到议员还有官员的这个开会的这个状况，也很详细的来帮我们导览解说，让这些青商的会员能够更了解南投县议会的议事程序。行政会长表示，此次带领会友拜访议会，从中了解到许多议事规范及运作情形，对于日后会务推动及发展相当具有帮助，也感谢议员蔡宜珠的居中协助，让各个会友都能有此机会参访。今天很高兴带领我们竹山国际青年商会来议会这里拜访我们议长，然后因为我们竹山青年商会今年要办一些像环保活动，还是三对三斗牛赛的活动，在这里也希望议会可以给我们竹山青商一些支持，然后如果有一些需要承办方面，如果有一些困难需要议会协助的地方，也希望议会这边能够帮忙协调。议长何胜峰对竹山青商会长期对地方的贡献表示肯定，也呼吁地方更多青年加入行列，共同为地方发展而努力。民视杨志凯南投采访报道。